大风车，哎呀，直扭扭的转。小雨那今天啊，真好看，真好看，真好看。最后变成我们的快乐的小伙伴。啦啦啦啦啦！小猫，你别唱了，我吐了。大风车，哎妈，直扭扭的转。大神训练场，一滴血跑酷。你看小叶子，你看小叶子那不值钱的样子。就是，没赢过都不等兔八哥。一滴血，大神训练跑酷。今天默默将化身为教官，来带带我们这几个小伙伴，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是快乐心情。小叶子，我追上你了，你看见没？哈！别看他们今日闹得欢。最后全卡在第三关，信不信小伙伴们？哎，默默最了解他们了，我就等他们五分钟，我也能拿个冠军玩玩。你看，就来了吧？哇塞，默默要认真了！你们这些人凑在一起影响别人跑酷，我们直接走，是时候开始发劲了。默默，拿下冠军吧！哟，这还在这儿堵着呢，直接走不就完了吗？一次性直接过关。哎，你一下过，你牛逼完了你。啊，你牛逼 class， 那必须的。凭什么？凭你吃饭不洗菜，凭你爱跟人攀比。为什么这一关我就不行？因为你是个垃圾。啊哟，小伙伴们，这关有难度啊。这一关给我整，给我啊！这一关给我整虚实方块呢，小伙伴们，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过去？等等，让我想想啊。哎，说悄悄，悄悄就到啊！小雨姐姐，你乱带狭路呢！小伙伴，看来我们跟的人不靠谱呀。默默，你拉倒吧你，自己菜你还往人身上推呢啊！你带的啥路呀？呀，好的不学，学默默是学的可快呢。哇，这个方块它会消失的。我终于知道自己过不去的原因了，小伙伴们。啥原因呀？原因就是，原因就是，当老天给了你无与伦比的美貌之后，他势必会带走你点什么。他拿走了默默的脑子。小雨姐姐，我一巴掌呼是你，你给我过来，脚给你踢到西伯利亚冻死你个逗逼。完了，谁有泡泡糖借一颗吃一下。这玩意儿你要用泡泡糖，八哥我都瞧不起。小猫给我掉啊哈！小雨姐姐干啥呢？就这三脚猫功夫还想坑我啊？切，我先走路。小猫快走。切，众所周知，默默、没事，小伙伴们无敌闯啊！无敌冲过去，默默、这无敌咋这么短时间呢、天空是蔚蓝色，窗外有茄子喝。有点多西啊，小伙伴们，这一关聪明的默默总是能在困难中寻找他自己独特的想法。哎，你看这一关他是两个上下不一样，咱们等他变到下边啊，跳过去是不是就过来了？哎，人生亦是如此。咱们可以发现呢，很多小伙伴，当你发现一条路走不通的时候，哎，他会反复的走。哎，你说你都已经走不通了，你还走啥？是不是？这个时候你要转变自己的思维，换个方法，是不是？噔噔噔噔噔，嘿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小雨狗狗要来了，小伙伴们抓紧机会呀！刚刚就他最嚣张了，小莫你快走，小莫，哎啊，哇，我的天哪，小莫，哇，哎呀，哇，厉害呀，小雨姐姐，我最厉害了，默默给朕抽风，哇，极限呀，小伙伴们，哟，小雨姐姐，我的两下旗子你能摸透的。哎，小雨姐姐估计又要卡个几百年嘞，拿冠军去喽！